真的搭火车。我今天我已经搭火车了。对啊，那你自己坐车。啊。只有汉仔有一台。他男友是练网球的，也是体育生啊，三名的，高中，三名高中，高中高一的，我觉得他长得像原住民，不知道是皮肤黑还是什么，那我啊没有。